那里面是什么？包裹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今天又出来了啊，还是原班人马，继续撸鱼。今天有点浪啊。啊，美女，美女小姐姐。好好。行。我的线不够，大，哦，大狗，哎，来，再，没事，可以，好爽，来，七八斤有了，哦，七八斤。我靠！这条是真的大。啊，开酒。都喝大了，今天啊！哦，跟我那条一样大，今天都是大哥的呀！出来了，好，找不到了，哦吼！多对才吧，哎，来了，哎呦，真的跟我那条一样大，搞不好比我那条还大哦。哎，都是大货啊，这个你的，可以啊，今天啊这样子啊，中的起码都是八斤以上。都一条啊，哎，抄我道心啊，
搓头啊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啊，要十斤了。哎，拉也拉不动。没有一条。
好嘞。扯掉了钩子，线还是太线啊，老是断线跑鱼，老是断线跑鱼啊。说你们买了，下面分冰放这么多干嘛？就抬也抬不动，放不下了啊！刚才冰放不下了，就到这边了。哦、放太多了，等一下鱼全部放到这边，放得下吧。还有一个，下面全是鱼，这里下面都没冰。哎呀，这里下面都没冰。下面你这么多冰，等一下放不下。这个鲈鱼是大货，都是大个级别的，头头我两边啊、哦，这个这条也大，这条也是大哥啊，丢吧！哎呀呀呀呀！这个鲈鱼不得了，好，给倒抬上去，要不行了，哎，加油你们，加油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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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坐，完了吗？三个，两个人在后面，两个人在前面，手机要拿起来。抬不动，结束，满满一大箱啊、哦！今天全是大货。好了啊、哦，我们的鱼货100斤啊、哦，今天十几斤的好几条，钓鱼钓得开心死了啊、哦，拉得太爽了，差不多今天。好了啊、哦，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下期见。